这间叫五福院是吧？一个院子。对。然后这是都是以前的砖是吗？对，这是传统的民居的地砖。然后这些呢，就是我建的时候是2013年建的这种红砖啊。然后当时为了不产生大量的这个建筑垃圾，在改造过程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拆下来的旧砖啊，用我们一些补上来，对。然后就看从新砖到传统的夯土砖，然后就用那些中间过渡层次过渡过来啊。所以你看，简单的一堵墙，其实承载了几个时代的记忆。我们的石板路，你回头可以仔细看，很多都是外面的民宿，他们拆下来不要，我们是往村里面拉人家的建筑垃圾，旧石头、旧瓦片、旧砖头、旧木头、旧门板，我们是往村里不停地拉。